今天继续来挑战粉丝搭建的跑酷房。粉丝说很多人连第一关的板都过不去，我倒感觉最后的左旋转跳才是难点，这将来到底有多难呢？话不多说，直接来看我成功的画面。你们想挑战呢，也可以搜这个编号，就是在添加好友这里搜索编号，接着就能直接进入家园。OK 啊，最后也是成功登顶。你们有想挑战的也可以去试试，拜拜。